起来。新装备啊，这杆子是我们阿光老师送的，他看不下去我们拿这种走钓杆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变形植物，你要好好对待它。我等一下给你了，你也可以拿去钓它。那我们有新装备，我们要回去第一次我们钓鱼的地方挑战它。哪里失败就哪里站起来。这些都是我刚出门的时候找的。哇，这里够你们钓很多鱼了。我们最近有赚到钱，还记得上次的白带鱼吗？不对，我都没看到白带鱼哎。你有吃到吗？我没有，我根本没去、啊。我也没吃到啊。那我就说啊，我要回去，那我就再回去冰。没想到他家有在做吃的。来，我们问霸王，来，刚好霸王也在。霸王，白带鱼嘞？是在你肚子里。妈妈吃光了。你要把它买掉。给我。我说我不用你吗？我只剩下200块。我跟你讲，白带鱼公定价。没有，一斤350啊！不要，我们算只的就好，那你算50只，一只算你100就好。那你最少有30斤起跳，那你只有一斤而已。我们算只，放屁啊，一斤。这我都要讲一下，我妈把它处理好，她怕它坏掉，坏掉是什么都没了。放在自己的肚子比较不会坏啊，是不是？那你是不是说你家可以冰？我说我家可以冰，他说叫我再回去啊。你是不是先再回去？所以是我的问题。我是不是有跟你讲说要拿过来？是你们要在台北住，然后说没办法冰，我说带回去我家冰。就1000块，1000块买工具箱不够。工具箱大概多少钱啊？反正工具箱你处理，钓鱼专用的哦。感谢霸王。谢谢。这叫 FG 结，主要是这条线，然后绑这个舍弃线。那个啊，这刚好，这可以拿来钓什么？这个、哦，这个还是不要，这拿去送给别人。难怪草爷拿来送我啊。这些是我的，就真的用可以钓到鱼的。那个我自己也有啊。就拿来送人嘞，新玩具完成了，煮好了。阿光老师送我们2只杆子，这是偏钓西钓 ，OK， 最能钓到大鱼。谢谢阿光老师。软虫，然后这个软虫钩，然后汤匙、旋转亮片、鱼形夹饵，这个全部都是夹饵。像这个你就绑上去就可以钓，这个绑上去就可以钓，这个也是。这几种都是我平常都会用的东西，都是工具箱里面一定会准备，一定要准备的那一种。谢谢我们的阿光老师，他自己也有拍 YouTube 频道，我 YouTube 频道叫谢光侠。哦，我知道。好吧，追踪一下，追踪好不好？我觉得全部都拍钓鱼，专业钓鱼，然后我们这是属于业余乱搞钓鱼的新手装，我们就完成真正的新手装。不然我们原本的新手装还是那个我们南投钓具行那个老板娘，哦。他卖我们超便宜的，钓出一桶金，我们都爱捐金。好难得我参加阿君的企划，我现在后来来得及吗？来不及。刚刚你不是说来得及？摄影机拿出来，你都来不及了。难得他这么有心，想要钓出一桶金，那就继续下次摸象吧。有差吗？我是差不多先生。他今天要去溯溪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干嘛。为什么是我帮你主持，你自己主持？你难得出现呢。还有那个手杆可以跟。兄弟，你听我讲。手杆没有啦。我不知道阿俊到底能不能赚到钱呢？阿俊已经很久没有赚钱了。我都在花钱了、啊，花你的钱。对啊，让他掉出一桶金来，然后就花出一桶金了、啊。花掉一桶金。错了，屌。我好了、啊。你穿那个人长怎样？他要穿雨鞋。唐勇，你现在买的，然后以后我如果要去溯溪，你要陪我去。我已经要买了，不用买了。你不要因为听到买了以后都要去，你就不想去哦。那边有网络吗？没有啊，还没有椅子，也没有树哦。那我在外面等你们就。不行，不然你一直跟我讲话，那我可以跟吗？可以去吗？你看他现在又给你去了，然后你又在给我死，你看没有？我回家。喂，2400，本日花费2400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准备出发喽。阿北在换鞋啊，讨厌，你不来换鞋吗？换啊，我讲最新的潮男穿法就要这样子，潮不潮？潮。Hello。嗨嗨。这个装备就是阿光老师送的。就知道穿 polo 跟业余。防滑鞋都有嘞。这个企划大家刚又花了不少钱。你们钓的鱼是有办法卖钱的？它是很贵的鱼，像这里会有可能会有曲腰鱼啊、中筒鱼啊，然后有时候会钓鲶鱼啊、卷仔啊什么的。会有人买吗？我们可以试试。不然他一直这样花钱不太对。我想
看他们赚到十万块，亏本了是不是？亏惨了！你想要用这个赚十万块去补那台车的钱？我上次在这里钓到一只楼鳗，我鳌鳗就值钱。鳌鳗如果放进去我们幼儿园的那一池啊，就无敌了，我连鱼都会不见。那我们今天怎么样都钓一条比较凶的，然后带回去养。啊，唯一可以赚钱的机会，那个鱼都被霸王吃完了。他后来只想用一个工具箱打爆我而已。到腰啊！我觉得等一下草原会下去玩水。那他没有衣服啊？我们是站在这里钓吗？从这里一直往上钓。从这里一直往上钓。我们就边走边钓上去。这么酷的吗？我们阿伯在努力的装鱼竿中。好了 ，OK。然后勾起来，打开，然后没人，好像两手甩出去。哦，好快！大概那样。好，然后就开始卷。卷快一点没关系，是不是？对，慢慢卷，这样慢慢卷就好了。这个饵确定可以钓到鱼哦？可以，这个专业万用的，万用的。好，你钓到了？卡住了，在这里啊，中间这里。现在阿光老师要解救阿北，因为他的那个卡住了，断掉了，走不过去，所以只好把它扯掉。哎，换他卡住了，很会演。中了中了中了，不过瘾了，一斤20块50块啊，这样要钓到什么时候才有10万块？这个无锅鱼不太一样啊，这个长得不太一样，它的那个花纹不一样，它的屁股翘很高啊，这打飘的哦，他们那个声音就是不太一样，给你看什么叫声音啊，唰，这样子感觉，你要这种声音对不对？我也有，没有不一样，有啦，它是那个。你要是这种声音，好，你成天就只想要他把杆子弄坏而已，差一点点，那个巧劲。我不是为了泡杆而已，我是想要钓鱼。钓鱼了，拉起来，我过去。哇，大尾鳌鳗，大鲶鱼啊！啊，这只怎么少一颗眼睛啊？难怪会吃了。天才小钓手啦，运气好，运气好哦，不然呢？不然你以为是实力？反正我实力了，我当时是谦虚啊，两杆就钓到了。还有啊，这杆就交给我了，在旁边看着啊，看你怎么玩。阿光老师跟你说，不要太早卡住，你现在就卡住了。他手还没到进水里就卡住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刚刚听到你一甩出去就啪一声，不见了。为了照顾我们这群新手，真的是。我的弹药库我什么都有，不用怕。阿光老师，你有钓到那个弹药全部被钓完的状况过吗？应该是钓不完了，可是钓完这，我下次也不敢跟你们出来。你的帽子，真的？阿伯的帽子。哎呦呦呦呦！哇哇哇哇哇！哇！这叫总统鱼。这是很小只，翻身翻身。拜拜了。我们现在只有一只那个常勇钓的鲶鱼。常勇今天是英雄。等一下换我当英雄给你看。用手抓，然后绑起来啊！喂，不一样的，这什么鱼？这不是无锅鱼，天才小钓手啊！六啊哦，草原中啊，这不会是刚刚那条吧？不太像，它比较亮一点。啊？差一点。哎，你要把它钓回去啊！它有耳朵吗？应该是没有啦，有鱼鳃。我觉得这次长得不太像乌龟鱼，我也觉得有点不像。你把它放在那个桶子里吗？鲷类的。那些鱼不卖吗？你不要整天只想卖钱，要赚钱回来吧。那我们先把它养一养，让它再生几只吧。它会生吗？对，你要再去钓一只啊。神经病哦、喔！我
我跟你讲啊，这种溪的鱼哈不太能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比较有污染啊。有点小污染，所以回去把它放在干净的水里面，大概一个月后，久一点三个月啊，它身体的所有的素质全部被干净的水源给重新净化过，就可以吃了。那鲶鱼它看起来应该会生，用看的就知道会生啦、啊。哇塞哦，他都用看的，我就赌一把嘛。他都用看的，然后就决定人家会不会生。鱼下去，你起码要没生，因为鱼过期了。不会，鱼下去整个鱼吃的鱼都没了。没关系啦，以后这个钓到一桶金，我们还是要开始盈利模式。那个阿北出事啦，这个频道随时只要有在白天或者是晚上有开直播的话，就很有可能他钓到鱼了。你们随时下单，不然亏死。这些鱼我们还是带回去，然后给你养了，给你养了，这样啊，太久了。回家喽，回家喽，到公司啦，放鱼喽，老板，来看一下这只还活着吧？真的放了哦，放了哦，放啊。超滑的，超大只，你看啊，这只是阿光他们钓的，好好的在里面活着吧。这只你钓还是啊？对，这只是吧。不想取。还有哪里可以钓鱼的，记得跟我们讲，好不好？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阿贝啊出事了，还有我们的韩秀老日记，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好不好？想钓。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Fuck this shit, I'm out. No thanks. Don't mind me. I'ma just grab my stuff and leave. 我跟你讲啊，哦，那么深哦。哎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哦。搞错啊，姐姐。最佳捡货员。好了。可以吗？拉一下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好了。我是不小心快跌倒了。